亲爱的岛民们，亲爱的岛民们，吉时已然来到，祭祀大典即将开始。让我们恭迎岛主。准备好了吗？启禀爵士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朋友交在柴火上，等岛主就位就可以放火烧了。奇怪，吉夫什么时候配上了面具？画了个新的妆容，是不是很美丽？齐天仙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背叛我，你要找死啊！死对我来说不过是个时间问题，我已经找到了我想要的。岛主，祭祀大典就要开始了。好，娘，换衣服吧。娘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情，就是来到浮鱼岛以后，你可以当我的娘亲。孩子，既然你叫了我娘，那就让为娘做一件当娘的该做的事儿吧。齐天仙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躲喵喵到底藏在何处？你真的想知道吗？快说！在岛的南边啊，有一个十年前上岛的老王。原来藏在老王家呀。有一天呐，他和老爷抬起杠来，他们两个呀非要争一个结果，究竟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。哎呀，先有的蛋，先有的鸡。可是老王的媳妇儿呢，非要认为是先有的鸡。他和老爷两个人呐，这就越聊越投机，越聊越投机，趁着月黑风高，他们两个竟然……嗯，这别人就不说了，就说咱们军师吧。现在躲喵喵到底藏在哪里？哼，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给你生路你不走，一心求死。好，既然你们情深意重，今日我就把你烧死在此处，看你的躲喵喵还藏不藏得住。你就死了心吧。你是何人，竟敢前来捣乱？我是岛上最美的人，我才应该是岛主。荒唐，一个两个都来破坏祭祀大典，真当岛主之位是开玩笑吗？来人，此人定是齐天仙的同党，将他给我拿下。受苦了。
这样谁都走不了，你快去救躲喵喵。躲喵喵人呢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说人话，窗底下。在祭祀大典搞破坏，你们是知道后果的呀。是混货放开步。你对阿布做了什么？是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是你伤害了他，不是我。一派胡言！我当前方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。只怕你还想保护他的本事啊！你！就是废物。什么声音？连累了你。现在还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吗？临死之前我必须向你道歉，给你们下毒我是逼不得已的。我都这么一张脸了，你还能认出我是谁？这浮鱼岛就没有我不认识的人。阿布，对不起哦。我是不会接受你道歉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要是帮我把唐青峰救回来的话，我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。幼稚，死到临头了还白日做梦。放心，他很快就会下去陪你们的。女士，女士，女士，娘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我娘，我怎么能不管你啊？朵喵喵，我也被绑着呢。走，哎，把他们全抓起来，全都给我烧死。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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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没想到这帮兔崽子追得这么紧，还好我们藏的地方够隐蔽。那他们也是受了辣椒毒素的影响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解药。哎，对了，唐金峰去哪儿了？夜不归宿，应该是去找解药了吧。我说你们到底要找什么东西啊？这岛上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吗？我们要找辣椒毒素的解药，你知道藏在哪儿吗？嗯，有了。三天前老王家不是丢了一只鸡吗？阿伯，冷静冷静，她现在是我娘亲。娘啊，要的是线索，不是八卦。为了找这只鸡呀，岛上牵扯出了许多的秘密。军师为了平息风波，就命令全岛的人去帮忙找鸡，结果在张婶的家里藏着。藏着许多的金银首饰。哎呦，我真想不到，平常肃静的张婶儿，这心里藏着一个少女。阿伯，你放开宝砖，我来。放开！我懂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大义灭亲。你放开！在整个排查的过程中啊，只有一个地方没有猛料爆出。朋友们，阳光普照之下，怎么可能没有八卦？我带你们去。走。坚持，但你以为命运那么简单就能改变吗？我想保护的人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来保护。遭殃了，我不管什么大兴城的百姓。阿布，董喵喵，快把香油给我。董喵喵，儿子，你说了
多少次了，以你现在的身体不可强行使用能量，直到你杀唐清风心切，在身体没有恢复之前绝不可再离开生命池。唐清风要不是看到阿布涉险，那青之毒哪能那么容易就被你破解？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国公痊愈，属下死也瞑目了。国公，你可担心死小的了。那个神秘人来历不明，我怀疑他和我唐家先祖有关。看来这时空线被破坏的程度远在我们想象之上。乡亲们呐，娘，娘，我知道你什么顾虑，你舍不得他们对吧？我来跟他们讲，听我说一下。现在呢，我要带我娘去大兴城，我要带她进城享福去，你们也可以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，没有人可以限制你们的自由。为了宇宙和平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我说话都不管用了吗？阿布姑娘的吩咐我应当听从，可是我是实在舍不得姑娘。堂堂楚国公说话串耳反耳啊。国公，大家为救您殚精竭虑，为人君者应知恩图报，元昌认为您应该放阿布姑娘自由。此事也不是不可以商量。我答应你。既然姑娘答应的这么爽快，那在下就直说了，阿布姑娘执意要走，这最起码要给我留下一点美好的回忆吧。不如来个最后的吻别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答应你。啊不。但是人家是女孩子嘛，会害羞的。你把眼睛闭上。Thank you.
元畅，国公，刚才你大义相逼，虽无可指摘，恐怕我国公府也是留不住你了。国公，天地之广大，何处不能去啊？乱世出英雄，你的天下还在眼前。是。我府上的令牌可以让你在全天下通行，见了他犹如见我国公本人。这玩意儿有用吗？万一有人不给面子怎么办？唐清风接见。此剑乃陛下所赐，见到此物犹如见到陛下。如果有人不给我国公府面子，你们也不用给他面子。好了，我该给的东西已经都给了，望诸位多多照顾阿布姑娘。堂兄，阿布姑娘，所有的事多亏二位，元畅在此再道一声感谢。前辈客气了。不知前辈今后去往何处啊？世间之大，我竟然还没有想好一个安身之所，再看看吧。要不顺水推舟，直接把他送到李树哲那。前辈，我听说李府老爷舒哲大人为人刚直不阿，礼贤下士，那是个好去处，不如你去看看。堂兄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多谢堂兄。客气。走。怎么，在这儿当猫当久了，连自己的身份都忘了吗？我不是已经交过保护费了吗？干嘛还过来找我？我遇到点麻烦，想让你帮我做些事情。我干嘛要听你的？如果时空管理局登上了地球，我想你这个偷渡客好像没有一点好处啊。有时间我们会来看你的。告辞。我们去用茶碗水吧，走。好啊，都听你的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还有一件事要做。啊！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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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娘。之前楚国公曾命人给你做各式红烧肉，这一点我绝对不能输，这都是我亲手做的。来。简单粗暴，干净利索，果然适合我。怎么了？马赛克。唐元畅。
何人是吧？啊，你还很年轻，劳动要靠双手啊。你们同伙是吧？告辞。前辈，堂兄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是中暑了。哦，没事，只要在客栈里多休息几日就好了。前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怎么从李将军府出来了？李书哲，哎呀，就是这个李书哲，他竟是个欺世盗名之辈。此话怎讲？我在府上发现他整日沉迷于酒色，不问经史典籍，更不知军中武士，就是个十足的草包。不可能啊，他李书哲可是你们高祖的高山流水、高瞻远瞩、高屋建瓴的李大人啊。前辈，依我之见，你就该在此殿中多休息几日，我会将此事调查清楚，我们再做打算。哦，没错没错。好吧，那就有劳堂兄了，我送堂兄一程。哎，你刚刚中暑了，还是在客栈里休息就好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已经不晕了。阿布，我们身在此处，万万不可再提高祖名号。知道了。还要高什么？高高兴兴把家还。这就是高祖的智囊，你崇拜的人。据史书记载，时逢群雄割据，炀帝对高祖心生防备，高祖便将出使委托胞弟，万没想到炀帝已察觉，派出密探查访，暗中搜集证据。我想大人这一定是在韬光养晦。这演的也太像了吧。大人之为放达，岂知常人能够理解。你若不信的话，不如今夜随我一同夜探他的府邸，届时一切都会水落石出。已经三个时辰了，不像是假的。不可能，一定是看错了。再仔细看看。
身旁满天的繁星，透过彼此的眼睛，看现实和梦境相辉映。手心的默契会致命，渴望被温柔占据，明白真正永远的含义。哦，一次生命，一场旅行，每一个心境，恋恋风景，点点滴滴，多么丰盈，感动是最明了的心意，爱的坚定，爱的如迷，爱的沉迷，爱让一切来得及，无所谓天涯流离，有你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。一次生命，一场旅行，每一个心境，恋恋风景，点点滴滴，多么丰盈，感动是最明了的心意，爱的坚定，爱的如迷，爱的沉迷，爱让一切来得及，无所谓天涯流离，有你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，有你才能看到最美的风景。